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被舞者感动，舞者佩服王一博，泪洒预告是惋惜还是感动？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帅战王一博和亮亮高能舞台，干净利落组合技术，毫不拖泥带水，又俏皮可爱出其不意 ，popping 卡点精准，连阵漂亮。合作伙伴亮亮说：“王一博学动作超快，我这边排完了一个。”他就马上再学。同队舞者 ACKY, 一博练习非常努力，我也和年轻艺人合作过，但像一博这么努力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我很佩服他。同公司的韩庚哥说，一博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，面对这样的大神在舞台上他还是不畏惧，能感受到他还是在享受这个舞台。王一博真的是在享受舞台，对街舞的热爱多年未亮，所以他会被舞者感动。如果一个人有原来对一件事情特别的热爱，原来是可以坚持这么久的，还能保持很好的一个心态，就感觉热爱一件事然后做到底，真的是会让人很感动。在下期预告中 PK 选择后，王一博哭得伤心，单从预告无法猜测王一博的惋惜还是被作品感动。从街仔的日记中，王一博也许是因为对街舞的热爱让他更接近舞者，更能感同身受，被作品感动。这街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所有的疑问与期待下周再续。期待每一次的你，你永远有热爱，我永远有期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